别人那你真的刚，哎呦！对不起，讲起来，我是讲，你安尼是好咪苦嘞。虽然吴静玉今仔目睭看无，啊，不过恁两个人的爱情是惊天地泣鬼神，无人会当甲恁拆分开的。 所以你就放心，好好做你的新郎，把吴俊宇带回去，我是真心祝福你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美丽的后生，静宇已经把路给刷开，到今嘛拢无找着人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就我无甲伊做伙跑落去，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已经无这资格了。吴静玉出意外哦，安尼唔就代表圣贤哥边仔的位置阁无人啊？天公伯，我就知影你上疼我，才会替我甲吴静玉收走。 物归原主，完璧归赵。你莫操心，好，我走。新贤哥，新贤哥，哎呦喂啊！你是咧看啥？我的离婚夫啉酒醉啊，紧替我家己扶去楼顶的房间啦，紧来啊！ 新贤哥，新贤哥，就算吴静玉找回来啊，咱嘛已经柴米煮食饭，注定一定要结婚的。 静玉，你莫误会，我是想讲替你甲衫烫掉，安尼你较好困啊。静玉，你总算是回来，你应该袂快活，袂回去求伊对吗？你应该袂因为安尼离开我对吗？伊竟然把我当作是吴静玉。 新贤哥，真正有够缘投诶！风度翩翩，规个人拢是贵族气息，这种气质，这种风度，是啥会当记住啦？哎呦，哪会有人生得这么好看？不管是徛咧，还是倒咧，拢这么赏心悦目。 姐，别怕吧，姐，别怕哈，有我伫你的身躯边。你哪？啊！我哪？ 阿妹，你足热情诶，唔才会当困到遮尼露面。
你应该无甲咱们的代志放袂记啦吼。我可怜，我可怜，这一定是你做梦吧？那是做梦，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哎。咱们，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看了就唔甘的，所以。你给我点去！信贤哥，你哪会洗身躯洗这么久啊？你看这的物件拢送来半工啊，咖啡拢冷去啊！别过来！我早暗见你好你，你竟然！我拄只洗身躯洗够较久，嘛洗袂清迄种垃圾，你竟然敢对我做出这款代志！三妹明明就是你心主动的啊！我再讲，这种代志啊，不是我一个人就有法度做的，那不是你愿意，我就……好啊，别再讲啊！我心里根本就无你，你莫抓准你用这种方法来接近我，我就会接受你啊！我知，我知，我心里有站站。我甲你有过这段，我就心甘意足啊！我知影你心肝内上要紧的是吴靖宇，虽然伊已经死，你等下，伊无死。我一定会找到伊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对对对，一定袂死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啊，不过在伊回来之前，我会当代替伊照顾你啊。无可能，你无可能会当代替伊，而且我更加无想要看到你。谁讲我无法度代替伊？咱们唔对。你卖阁讲啊！你做出一款袂见钱、袂见效的代志，你想我是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？你若是敢对任何人加讲一个字，我绝对袂放你耍的。我袂讲，我袂讲啦，我答应你，这是咱两个人的小秘密。你这……叫你拍啥手？啊，不过信贤哥哥，你别跟我讲啊！你竟然对我，好 man 哦！对不起，霸道总裁，赶快，白白是呛虾，哪会气质差这多啦？老婆，我知影我最近较无闲啦，啊，你嘛知影客户即马正咧飘风头。阿娘若是无伫个，伊下骹遐个鸟车就想要作怪。我嘛咧无闲，客要交我个事业，也阁有按来伊遐个细汉，煞无去顾虑着你，是嘞啦。今仔我陪你，好不？唔免。我是想讲，你爱以事业为重，客要甲遮尔大个事业交予你花，你唔着爱好好表现，袂当予客要失望。啊，你就唔免烦恼我，我会家己照顾我家己。哦，无喏，我顾事业以外，我的家庭嘛是爱顾啊，而且厝内底的代志我嘛是爱做。还佫我一句无甲你。我就忝的，我昨暝无睏好，我先来休困啊。老婆，无你先去睏好啊，我刚刚回来，我才带你去买包包，还佫买新衫。而且我是说订一间五星级的饭店，咱两个后底噻。哦，你真正足烦的，我就讲我足忝的，你莫阁怒啊，好无？手机啊，还给我！想做怪我看。
这小妹认识。肩膀上的够了，对哦，我昨暝甲吴信贤困做伙，你问这要创啥？你是不是袂记得？你是我的老婆，我的人啊！迄拢是你家己想的，咱也无交往过。我甲伊的人，自头到尾拢是信贤哥。五年前你讲你爱我，你真需要我，我搁替你担罪，你讲伊会伫外口等我。就迄当阵，我走投无路啊嘛！你提干呢？一个人甲两个人，当然是一个人去就好啊。这五年来，外口的社会变化足多，我嘛经过足多无同款的代志，咱两个人的想法已经无同款，已经愈行愈远啊！只会当讲缘分尽啊啦！你莫甲我讲，你五年前就已经开始骗我。我无安尼讲哦，是你家己想的。哪里讲啊！我要听你亲嘴讲，你是不是五年前就开始骗我？讲啊！你就安尼讲啊，我阁会当安怎？你莫阁一直五年前安怎好无？卡在人做兵两年就互人兵变啊！你五年，你伫内底五年，我拢无交男朋友，已经足对得起你啊，好无？你五年来拢无交过男朋友，那安尼就证明讲你对我是真心的。了唔过，你是安怎会到吴先生安尼啊？是不是吴先生甲你欺负？我来做伊算数，竟然敢算兄弟的查某人，我绝对要让伊死！无人欺负我，我甲先生阁是两情相悦。对，我爱着伊啊！我伫咧你毕业无外久的时阵，我就爱着伊啊！这就搁在缘分，天注定，你较认命的啦！咱两个自细汉到顶大汉的，我为自细汉介意你到今嘛，结果你等我五年，咱就要结婚的时阵。你煞变心吗？我知影，你是不是不确定你的未来，所以你才会去爱着吴先生。咱即马来登记，我跟你结婚，我会给你安全感。行。我才不爱跟你结婚，我甘愿做吴先生的小三。我嘛不爱做你的老婆，你看啦，你就是安尼这么粗鲁，搁是婚，搁是酒，你身躯顶的味，我安尼歹听，我就莫讲啊。你的体贴拢是你家己想的，你根本啥物拢唔捌啦。人信贤哥嘞，信贤哥伊有受过好的教育，人身躯顶迄是啥？迄是气质。我甘愿对着伊的身躯边呼吸上流空气，我嘛无爱对着你的身躯边食臭水蜜啦！你臭贱货！我替你打嘴，你现在变来对待我！